切关注啊，马上开直播。不知道是不是现在海虹便宜，一买买一大盆，烫手，蘸个虾酱，蘸虾酱好吃。今天这个恶魔有点小了，感觉不一定够不够吃，瞅瞅啊，露个脸。有没有搞错？这是从这里边抠出来的，看起来头还挺大的，一开始是这样的。到这一个，海孩鱼干，然后也叫西文狮子鱼。
浇汁大海蛎子呀，我应该提前给它抠好。